more than two decades ago on a rainy night in 1997. Done! British soldiers lowered the Union flag and Chinese soldiers raised the Chinese flag in Hong Kong.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felt simultaneously proud of their Chinese heritage and their unique Hong Kong identity. I'm not a British, I'm a Chinese, so I go back my motherland.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hoped that in the years and decades to come, China would increasingly come to resemble its most radiant and dynamic city. The rest of the world was electrified by a sense of optimism that Hong Kong was a glimpse into China's future, not that Hong Kong would grow into a reflection of China's past.2021年，一场反送中运动，令香港一夕间由东方之珠变成一个充满伤痛的悲情城市。一年之后，北京和香港人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缓解，更走向鱼死网破、无法弥补的境地。北京认定，激进的示威行动已威胁到中共政权的存亡。各位代表。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依法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法律，依法维护国家主权。要了解香港数百万人前仆后继的躁动和怒火，必须面对纠结了几十年的中港历史。89年六四事件。 是香港前途问题第一个转折点。89以后呢，这个我们看到呢，就是中共说到底还是一个专政集权的国家，而且它的残酷的手段呢，也是出乎我们香港人很难，这不可以想象得到的。89年六四事件后一年，人心动荡。 香港掀起了移民潮，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再一次向香港人派出定心丸。不会变，从不能变啊，这个好。这个不是说短期不变，是长期不变。这个道理我过去讲了多少次。对，就是说50年不变了，50年之后更没变的道理。 中共从来没有认真的，他是统战的，他们呢是没有选择的，但是他们呢觉得我们看一看吧，如果真的不行了，如果他可以的，他们就走了。所以有一些人呢，虽然他们已经离开了，后来看见没有事，他们都回来啊。愿意留下来的，就在中英两国争拗之下。 见证1997年主权移交。民主派系最早提出香港嘅主权应该由中国政府恢复行使。香港人就在半信半疑之下，经历了一国两制的蜜月期。 生活基本上跟1997年前分别不大。97年开始，最后几年呢是完全是没问题的。这是亲共的人士告诉我，当时啊，中央是对中联办说完全什么你都不要理，什么话都不要说，好像你不存在一样。我谨此宣誓。本人就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1997年到2002年这五年呢，北京基本上是真的能够兑现他的承诺，就是说高度自治、中央不干预，整个法轮功给打成为这个邪教非法组织。可是，在香港，法轮功是一个合法注册的团体，中央要求把它取缔。
北京就勒令香港呢，就是为这个基本法啊二十三条立法。曾经有几次，警方是想有一个对我们加强那个管制的，后来就不成功，因为当时那个社会的氛围不让他们这样做。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管制不善，香港经济一落千丈。2003年，在经济民心最动荡的时候，推出国安法，触发97年后最大规模的示威。这个是这个分水岭啊，在03年，北京看见董建华，原来是这么无能的。从这一年开始，北京酝酿对香港采取主动的政策，中央成立港澳工作协调小组，中央重新跟香港亲共政治组织直接联系。到2008年，刚接手香港事务的习近平在访问香港时，首次表明他对香港的态度。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构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对香港人来说呢，是一个晴天霹雳的一个说法，因为香港一向就是三权分立嘛。现在你突然间爆出一个三权合作，那个时候呢，大家都已经是有点抗法，有点忧虑。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具体做总书记。我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衷心感谢全党同志对我们的信任。其后，香港人面对真正的挑战是2012年，也就是习近平接任总书记。在同一年，梁振英担任行政长官。从那一年开始，香港出现港独思潮。你现在能看到什么藏独啊、疆独啊、蒙独啊、台独啊，甚至现在出现的港独，根源都在中共。你中共回归以后20年来，每一次都违背了你对香港人的承诺。每一次违背的时候呢，必然在香港产生一种不满。那么这种不满的情绪不断积累到最后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不如分开。这种思潮是本土主义产生的一个背景。中国共产党呢，就是喜欢听要听的话，如果你听讲一些他不想听啊，可能要杀你个头啊，所以这些人家不会讲的。所以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可以真正了解香港人是怎么想的？基本法第68条列明，2007年后，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就可以由普选产生，但方案一拖再拖，直至2014年8月，人大常委会颁布普选指引，限制普选模式。大部分香港人跟北京在普选承诺问题上不欢而散。习近平在同一年提出要在香港落实全面管制权，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从来在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都没有这种中央全面管制权这个概念，起草基本法的时候都已经清楚了。那如果你 全面管制权，那你这港治港、高度自治还高在哪里呢？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违背基本法精神的一个地方。如果你全面管制，对我们来说就是没有高度自治了。普选承诺落空，2014年开始，香港人走上街头，到2019年，香港政府在北京的压力下提出送中条例，北京与香港人之间的关系全面割裂。有一些人也告诉我，有些中央的人呢，他们都不分了，这一些是支持独立的，这些是不是支持独立的，全部都要打。如果是这样的，
当然是很笨，也是很错。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就非常有自信心，他就觉得他已经是能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了，他是要做这个世界的盟主了，他已经有这种思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是不在乎香港这个为他下金蛋这个地方，即便在目前情况下看不到有些什么具体的出路，但是你不抗争就永远没有出路。